什么？怎么又开始说我是猪？我看到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刚刚今天的电梯下来了，就卡了一下吧。这什么？烤面包，烤了吗？打死！你怎么烤的这么干？你打死我！我给你拿蓝莓下来了，你打死我！送给你吃。啊，真的？可以给你吃一颗，一颗的一半。哦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一颗的一半。我吃了一半了，我给你放回去啊。算了。还是黑的吗？我们食堂桌子有点像德克士的，就是桌椅有点像德克士的颜色。重新进就好了，嗯，对，可以再重新进一下，嗯，我还想吃一口，你吃啊，诶，炸了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拿了三个。吃吧。哪里有牛排啊？他们晚餐有吧？是因为没有。哦，那没吃到。下次要再煎蛋。就是不给你吃。我没说要吃啊。我说牛排。牛排。嗯。他就是不会给你吃。好吧。惨吧。惨。就真失败了。真惨。鸡蛋看了，我看了。给你们看看我们食堂的六个核桃，我就很奇怪，他是怎么想到准备六个核桃的？他烤了，他用那个，哎，哇！我才发现它是一体的机子，我开始还以为是分开的，就是它是一起的，是做早餐的机子。不是我，嗯，还有沙琪玛，展位也很聪明的，哼，还有奶粉，奶粉啊，奶粉和燕麦。果酱鸡蛋，快来给我们叫姐！你在干嘛？我看到你在 rap， 突然你叫我 rap 机器，哟，特别大啊！今天晚上的菜单吧，好像是，哎，不对，这好像是今天中午的菜单。今天中午的饭我吃了，今天中午我还煎了一个蛋，对，今天中午的饭好吃，然后我还煎了一个蛋盖在饭上面，然后我也很聪明的。对，今天中午有尖椒土豆鸡、炒河粉、红烧茄子、炒油麦菜和萝卜排骨汤。炒河粉。炒河粉这个有一点不太好。嗯，怪不好的，炒河粉怪不好的。没有呀，两位还是很聪明的。OK， 你要吃吗？对，我要去吃，你先上去吧。那我先坐会儿吧。你是不是暗恋我？什么？我只是说我坐一会儿。两位怪聪明的，好吗？
爆炒河粉。两位没有问题。对啊，没有。讲英语说话还是打扰了。我不是。田庆兰暗恋他，可能吧，但是冉蔚不是。怎么回事，冉蔚？冉蔚，你这个表情，你这么把自己都暗恋我了。哼，其实声音是有点大。呀呀，我没有暗恋谁，我暗恋你们。好，啧，没有。哎呀，可不好意思了。你在说什么话啊？他说，哎呀，说这个。哎呀呀。哎呀，算了，就是谈内不可以的吗？那个，但是你暗恋我还是可以的。不可以，没有，不存在的爱。哎呦，一笑脸，他和我的笑脸比哪个更鬼畜？你还要吃吗？我不吃，我吃太饱了。没有，再吃一颗，难得。行吧。不要乱讲，哎呀。我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呢，谢谢。水果是另外一个味，蓝莓是另外一个味。生病了吗？生病了要好好休息。对，一定要注意身体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多喝热水，多睡觉。喝热水，多睡觉，少多吃饭。今天几点收工？再播一小会儿吧。我哪有傻笑？我笑得那么睿智。哎，算了，我自己都不信。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你们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谢谢一元宝。对呀，两位很懂事的。美白，哎，我也不太懂。我开到最低了。哎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光线有点问题吧。谢谢。锐气是弱者的意思，不是吧？啊？是吗？谢谢音乐吧。不是这个意思。对啊。就是奇奇怪怪的呀，睿智。不要用拼音 ，OK？ 不要用拼音，奇奇怪怪的，真的是。谢谢巧克力。
们是睿智，我们都睿智。嘻嘻笑。哎，这个声音怪吵的。不听不听。对啊对啊，然后可聪明。谢谢。我来这一走走。我没有挣扎。哎呀，我离那个门口远一点，那个声音怪大的。谢谢。对，我们那个就是生活中心挨着马路，有点吵。来，给你们看看绿色植物。哇，好绿啊！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你们，哎呀，晚上还要工作，怪辛苦。这不是一楼啊，这是眼睛里面有光，是因为有灯光。晚上睡觉吵吗？我是那种雷打不动的类型，就是只要不要太吵那种，不是那种蹦迪那种吵，就是平时开着灯吧，然后想就是看着电视啊什么，或者说着话呀，我都睡得着的。哎呀哎呀，真的怪吵的，怪吵的。我不是直男啊，这不是睡衣、啊、他们说我穿衣服是睡衣，我没有穿睡衣。秋名山，可可飞车的秋名山吗？记得干活，嗯，记得。旁边是普通的马路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吵。今天染过现在刘海吧？啊、哦，谢谢送的一元宝，虽然不是 C 队的，还是谢谢。头文字D，我没有看过。今天跟姐姐在那个录一点东西，然后就说了那个围棋的一个，就是有说到围棋的一个动画，然后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围棋少年，然后姐姐首先想的是棋魂，我感受到了年龄的代沟。哇，这个应援棒，嗯，也谢谢吧，谢谢送的应援棒。如果是 C 队的应援棒就更谢谢了。Hello。我推荐的那个书，哦，推荐给我的那个书，哦，很刺激吗？那我也很喜欢刺激的书。谢谢，谢谢送的应援棒。哎，调皮，你这个人就不跟队形。谢谢送的应援棒。对，江流儿，他有一个女扮男装的一个。女主，我小时候就是下过一段时间的围棋的呀。一般跑步多长时间？一般跑步，40多分钟到一个小时都有吧。但是今天刚吃了饭，可能就做其他东西了，跑不了步，不然会胃下垂。嗯，要健康。方百花，哦对，叫方百花。围棋少年历经磨难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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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谢谢谢谢送的应援棒，谢谢谢谢。哎哎哎，行吧 ，X 的应援棒也谢谢，然后E的应援棒也谢谢 ，B 的应援棒也谢谢 ，FT 的应援棒也谢谢谢谢。好 ，NC 的应援棒，机队的 ，S 岁的应援棒也谢谢。啊 ，Z 队的应援棒也谢谢谢谢。待会排到排练吗？待会不排练了，太晚了。啊，谢谢，谢谢 ，S 岁的 ，H 岁的 ，C 队的 ，B 队的 ，S 2的。
哎 ，FT 的应援棒 ，FT 的应援棒长什么样子？是纯绿的吗？还是红绿相间的？因为我有看那个梦琪的公演哦，是那个绿的，就是因为我有看梦琪的公演，他们不是有一个舞是拿着应援棒跳的吗？然后愚人节公演好看，四八节公演好看，来看四八节的公演。FT 那首拿着应援棒，对我感觉就是白色的光呀，就感觉不是 FT 的那个红黑的，啊不是红绿的那个颜色，对。四八节是一定要看，不要，哎呀，愚人节公演还是，算了，两位是个诚实的孩子，四八节好看，没有表态，哎呀，对，闪亮加冕，没有看不起 FT 啊 ，FT。手眼就深差很厉害的，之前那个我们在广州训练的时候，就还说过让我们上你革命那一趴深唱呢。哦，不对，我们所有的歌都是深唱的。哎呀，心里苦。四八级当然有 unit 呀，四八级的 unit。四八级很好看的，真的，强烈推荐四八级。31号好看吗？31号是哦，这周吗？这周我要换 unit 哦。对，我还没有说吧，这周我要换 unit。不说，我只能说四八节很好看，推荐你们都来看。嘿，谢谢。我不说，你们猜。没有啦，愚人节，愚人节怎么说还是可以的，对，愚人节还是有值得看的，很值得看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很厉害的东西，不要猜，我不说，哼，来，我给你们唱一个精灵啊，这是关于爱和冒险的旅途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列车驶向住着精灵的国度。Hello， 跳粉剧，我不说。其实，哎呀，哦，算了，我不能说，说了就很明显的就暴露了。反正总之，你们好奇的话就期待这周末。那妥妥的金粉，我还没有下直播呢，我怎么搜啊？我等会下来就搜。我大，对啊，说要扣钱的，你们骗我扣钱，哼。对，剧透真的怪开心的。好啊，就这周末你们就知道了。我打算多久睡高高，明天我们休息，但是应该也会早点睡的，可能11点12点吧。啊，算了，11点是睡不了的，12点吧。今天高兴，今天还行，因为最近都在排练，在学新的东西。两位累并快乐着，对，累并快乐着。我读几年级了？我大班。
10点真的很早了。5月21，今天是3月20几，不知道，还有不到2个月。哇，中班那比我小一点，我不说 ，OK。对，两位已经会自己去上幼儿园了。哦，今天3月29。吹风机大还是鼓风机大？吹风机大一点点。夜生活，两位的夜生活就可能是在排练室的夜生活，大晚上在排练室真的很带劲的。很丰富呀，哇，第一人称还有好多歌连着跳呢，超丰富。好看的二期宝宝，好看的二期宝宝叫古风机。哎呀，我切换一下，要迟到了，好紧张。我兴奋了就喜欢走来走去，不会撞墙的，我看着路的。什么时候呀？就方便的时候呀。风里与你，国瑞等你。然后我想想，说不定我们也会来广州呢。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，哎，真的怪想念广州，怪想念广州食堂的流沙包的。好，不转不转。没有，古代有没有染姓的名人？染姓的名人，可能1000年之后就有一个叫冉卫的名人了。太很久了，是吗？好啊好啊，有心也会第一时间说的。其实啊，我不知道，那这套氛围不太好，就是反正不久会有巡演。好，不能再多说了，不能再多说了。是吗？冉有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啊，我不知道，这个字读什么呀？我都不知道。天哪，我暴露了，染什么？虎牙吗？谢谢。敏吗？你在哼魔蝎宝吗？小小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还在直播。
是吗？那个字我真的不认识，我感觉没见过他。哦，汉家大将，嗯，厉害厉害。我现在手拿着手机，我就拍拍胸脯吧。他说有个冒险包，你还吃蛋？有个柠檬，好吧吃。我在我们中心的餐厅。这个字我见过，这个字我见过，但是他怎么看见什么来着？哇，好恐怖！哇，杰读杰吗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了。梨，哦天啊！有个每个陌生的他知道，希望吃再多都不胖。啥时候回房间呀？一会儿吧，一小会儿就回房间。饕餮，哦，啊，我也不懂游戏的那个规则。好，是吧？太精致了。边带边笑很奇妙。希望你还懂吧。饕餮我会读的，饕餮我会读。很遗憾。唱一首捉迷藏吗？其实，哎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唱一首捉迷藏就关掉吧。还有5%的电，不然等会就可能貔貅。我觉得变白是变，我能变白吗？啊，不会。天生白的。太白。哎呀，我把潇潇录进去了。你们这些字，哎呀，你们打的这些字难度太高了。没有呀，我这个就美图手机耗电太快了，我还有60%多的电。他就我刚刚直播了多久呀？直播了好老久，然后就也没电了呢。我拒绝，我不看。没有。那我唱一点捉迷藏。明明喜欢你，要吗？对不起。明明喜欢你，默默低头，将感情藏匿在心中。点点浪漫已翻涌，默默守候，相见时难压抑心痛，只有哭泣伴奏的迷藏感动。也挺喜欢做迷藏的。夕阳西下的归途路上，满街都映红了晚霞光，微风掠过，留下了一丝悲伤。树叶不像演过，声音很甜的，没有很兴奋，可能是白天在排练。谢谢送的一元宝。谢谢。我会早点休息的。这是在食堂呀，给你们看一眼。我也很喜欢恋爱捉迷藏，捉迷藏啊！我在说什么？啊，谢谢送的权杖，谢谢送的。不开心，一个字一点也不开心。
我就准备关掉了，也不早了，大家记得早点休息。早点休息。安，不皮不皮。我手机要没电了。休息，天天向上。不炸不炸，不炸，好好休息，对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拜拜啦。那我趁没电的时候再播一会儿吧，还有2%。老师的，好的好的，那就真的拜拜啦，拜拜拜拜，谢谢谢谢。